讲勤劳和尚啊，人讲食果子，食果子，食果子和尚。一摆迄个代代教授方东美啊，患病咯，哦，英文著作，什么著作一大堆，伊嘛咧讲华严经呢。患病啊，无奈何啊，伊个朋友就讲啊，你阿要皈依吼，带你来皈依啊，皈依啥人？皈依迄土城啊，迄叫做迄叫做啥？你讲勤劳和尚啊，迄食果子的和尚，讲唔捌字咧，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去来去靠看看再讲啦。啊，去了皈依咧，皈依的时阵，这个教授啊，想讲咧，想讲，你这个唔捌字的和尚，我拜你做师父，你甲我好发名，你要甲我好发名，你敢会晓好？你敢会晓好发名？我哦。东方的铁学、西方的铁学、华严经、什么经，我拢看过啊！吼，我是传这圣灵之学的人，一个学者呢。你那个好名叫做传圣吼，圣慧法师的圣，安知影无？圣人的圣。你那个好名叫做圣传圣吼，哎，安尼才有符合哦。想看那念名，老和尚桌顶安尼甲拍一个，发明传圣哦。哎呀，错了呀！本来唔爱跪的，这个时阵赶紧跪咧！啊，顶礼师父三拜。伊圣人伊都有迄神通，安、啊、知无？